因为我的主要编辑软件其实是 Final Cut Pro，但有时候我会用 Adobe After Effects 来做特效，因为我觉得它比 Motion 要更容易懂一些。比如说，我这里是用那个尼康 Z6 拍的一个，120幅每秒的一个片段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个片段其实是手持的，是非常抖的。如果你直接用了电子稳定的效果的话，你会看一下，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但是。你能发现这些墙都是东倒西歪的，还有后面的树木，其实这是有一定的那种像果冻的效应，所以这种片段在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，我是根本不敢使用的。但是在用24幅每秒那个放映的时候，你做稳定的话，其实这个果冻效应它不是很明显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片段降低到40%，也就是我们来放个慢动作。那么这是它40%的情况。如果我们现在来使用这个电子稳定。我们来渲染这个片段，你可以等一下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墙壁、这个头其实都是有果冻效应的。这个墙呢，还有后面这个树枝，你可以在这里再看一下，这后面这个树枝都是歪来歪去的，就看着很假，就不真实。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，我首先会把电子稳定关掉，我首先会试一下把它变成一个 compound 的 clip。然后我把它写成是24幅每秒，然后 OK，然后我把这个 compound 的 clip 在哪里？在这里，我把它用24幅每秒的这个时间线，我把它输出，把它生成一个 master file，等于说我把它从120幅每秒吧变成了24幅每秒，然后我还是用 ProRes，然后把它存到桌面上，那么这个时候我再把它。我生成了这个24幅每秒的画面，我再把它给引进到 Final Cut Pro，就这个画面。那么这个是我们用120幅每秒拍摄，然后用了40%的速度来播放。那么这第二个呢，其实现在就是原生的24幅每秒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如果你选这 Custom 的话，它就100%。那我们现在对这个24幅每秒原生的这个画面，我们来用这个电子稳定器，它也有一点果冻效应，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它的果冻效应会比直接用120幅每秒的这个果冻效应要少很多。只是这个片段里面你看不到这个优势。如果在原始图片下产生了很多这种果冻效应的话，然后我会把它变成24幅每秒，把它输出，然后再导入进来，然后再用电子稳定器。这样的话，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看不到这些果冻效应的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。但这个片段显然它不行，因为我始终觉得 Final Cut Pro 在电子稳定器这个方面，比起那个 Adobe 的Premiere 或者那 Adobe 的 After Effects 确实要弱一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会求助于 After Effects。这里我们首先看一下，在 Adobe 那个 Premiere 里面，如果我们用直接用它那个变形稳定器。那么这个时间线是23.98，幅每秒，所以这个是不匹配的。在这个时候，你直接用这个稳定器的话，你会看见是不能使用的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 Last，我们先把它变成和它这个时间线相应的这个帧数，然后我们再用这个变形稳定器，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。你可以看看它这个时候的效果。那么分析完了，那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果是什么。确实比 Final Cut Pro 里面要稳定很多，至少它这些柱子啊、背后的树木啊是没有形变的，形变会非常少，对，看着很自然就过渡过来了。但是如果你喜欢这个效果，当然你可以直接使用了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觉得这个 Adobe 它这个电子稳定器非常强大。但其实在拍摄时候，我们知道其实它原始的画面是非常抖的，上下抖动的。我们只想稳定这个主体，所以说其实刚才那个结果不是很真实的。其实，在大部分情况下，你如果直接使用这个图像稳定器的话，也会产生一些这种扭曲的果冻的效应。那这种情况下呢，你就需要用别的方法来实现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需要把它在 After Effect 里面打开。用这个 After Effect 里面，我选中这个clip。然后我们点这个 Stabilize Motion，在 Tracker 里面，Tracker 是你可以在 Window 下面可以把它打开，有个地方是 Tracker，就这个东西。
然后你再，你首先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stabilize motion，然后你点一下就开始 track。然后我们不想要 rotation，不想要 scale，我觉得那个果冻的效应其实就是这个 rotation 和 scale 造成的，所以我们就要 position，然后我们开始 track。其实你可以看见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这个 track 这个点是跑偏的，它其实应该只在这个方向，但它慢慢的被手就带过来了。这个效果呢其实就不是很好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我们 apply 到 x y 轴的话。然后你来放一下这个画面，其实它这个目的就是把这个人保持在正中，而且它还有很多抖动，是因为它的那个 track 这个 point 在里面到处跳。因为这个画面其实很有挑战性的是，这个人是在转弯的，而且他的这个手在动，会经过耳朵，所以如果那个追踪点在这个正中的话，手上来，他手在这里的时候会往上动，就会把这个 track 点可能会带偏。所以这种情况呢，你最好选一个这个画面中不变的，而且不被遮挡的一个点来做 track。这个时候呢，所以我们最好用手动模式来 track，就不用这个 stabilize motion。如果你没有遮挡的话，你可以用这个 stabilize motion。大部分情况下，它都很好的可以达成这个效果。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 track motion，就是手动 track。那我先把刚才我们所得到的这些特效，我们把它全部关掉。然后又回到我们这个原始图片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点 track motion，然后我们要自己要 track 一个点。你看，在这个整个这个画面过程中，耳朵其实不能使用，因为这个时候是被遮挡的。但是耳朵前面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头发其实可以使用一下。我们先来试一下，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头发。那么外面这个框呢，就是。设定它那个追踪的范围，里面这个框就是你想追踪的形状。那这个情况下，如果你框越大的话，它 track 的越准，但是呢，它会耗用更多的电脑资源，你电脑就会很慢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我先试一下这个框就这么大，但中间这个一定要找准，因为这里是个三角形，而且有很高的对比度，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丢失。然后我们从第一帧就开始 track。你可以看见，这个时候希望它别带偏啊。好，它没有动，那就非常好。后面我就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了，因为这个三角形的对比度是很高的。这里也没有手部的遮挡。好，这就是它那个 track 出来的这个数据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 new object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一个。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东西，那个为什么 After Effects 有这个东西呢？其实你想讲为什么，其实你可以讲一天啊，这里我就不讲了。其实 After Effects 里面它那个照相机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限的，就是因为有这个 New Object 才能够让它这个照相机发挥出更大的威力。那这个情况下呢，我们就把这个Target 就改成了这个 New Object，然后 OK，然后我们点这个 Apply。那还有 x y 轴，那现在所有这个信息其实就存到这个红颜色的这个 new object 里面去了，等于它追踪的那个信息就已经存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就需要一个照相机，我要来照这个 new object，而不是照这个原始图层。那么现在我们创建一个照相机，这个情况下，因为这个我是用35毫米的那个镜头来拍摄的，所以我也选35毫米。那么我就 OK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照相机它不是直接来拍照这个。原始图层，它是来拍照这个 new object，所以这个情况下，你要把这个小线要拉过来，等于说这个照相机就是从属于这个 new object。在这个情况下呢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把这个 3D 图层要全部打开。那么你来看一下这现在的这个效果，这个就比刚才它那个自动的那个 stabilize motion 要稳定很多了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？你最后需要做的一步就是来调整这个原始图层的位置，这个 transform 里面这个 scale，我先这里我 scale 120吧。这个时候你主要是先把它的黑边全部都去掉，这个时候你看它就没有黑边，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有了，所以这个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就把它拉过来一点，这个地方又有，再拉过来一点，所以最后的成片基本就这样的。
那你就会看见它没有那种很假的形变，中间的主体就非常的稳定。就是这种来达到稳定的效果，特别适用于这个主体和背景是分离的。所以这种手动 track motion 的方法，我们就得到了非常稳定的结果，而且这个看上去就比较专业了。来放一下这个 After Effect 给我们的效果，就这样的。你看，其实它这个柱子是有很多那种顿挫的移动，但是是非常自然的，而且这个主体是很稳定的。你再看一下这个。Adobe Premiere 它自己的那个是电子稳定器带来的效果，它柱子是非常稳定的。那么它柱子是非常稳定的，其实我个人觉得看上去会不那么真实。当然，这就是你喜欢这个效果，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它；你不喜欢这个效果呢，你可以用 After Effect。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在很多情况下，这个 Premiere 里面你用了这个电子稳定器，效果仍然是有很多果冻效应或者扭曲的情况。最后，终极的解决办法就是 After Effect。